但没打几拳，整个人气喘吁吁，往上飞踢，落地也站不住。这个必失就虚，我的观察他速度并不快。所以你觉得你有打赢他的胜算？有。有血吗？可是我觉得你力量跟速度有收很多，可是你技术上没有。你的步伐身形，你是。他好像星星啊，讨厌哦。差很多很多。我想他面前有一个学长也很讨厌，就是。
时间到。
三秒诺，我是曼殊伊六奇，是蒙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，同时我还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双冠军，以及全美闽南语歌唱大赛的总冠军。如果您喜欢听我演唱的闽南语歌曲，并且想要继续听的话，那么记得一定要鼓励我，那么也就是请点赞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、转发，跟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哦。谢谢您，扎西德勒。